哦，只要5%门槛超过，一票30块，政党50块，每年啊，那政党是每年，难怪有的人就已经得到10几亿。这个都是贪赌的代表作。有没有一个人判刑？没有。奇怪咧，这就是中华民国啦。不但刚刚我们的同心讲的290万的拖拉股，哇，真的是我第一次听到。哇，刚刚林世业哪点呢？还有行政部门呢？我以前听到这个是明呢，还有暗的呢，我唔捌听过什么暗呢？还有无审，还有预算呢？预算还追加预算呢？还有比那个本来的预算还要再多？奇怪，这个到底有没有写数学啊？主就是贪啊，没有别的。你看这几个啊，你看罗刚像你可怜，终身劳工，这个只不过是才几百万，那但是公教人员呢，几千万都有。你看连被判刑，然后本来已经纠正的，或者是弹劾的。他还是可以拿到，剩下几天还可以拿到这个，哇，这都是难怪说会破产的，已经超过几兆，现在我们在吃子孙的钱了。但是台湾民政府会不会做成这样？台湾民政府可以阻挡，一旦周动，所以你我为什么参加训练？我们就是要阻挡这些中华民国的这个霸道跟恶质，只有台湾民政府起来，才有台湾人民才有希望。安尼有相信不？有相信不？所以我们更加的加倍找我们的亲朋好友，虽然咱的亲家不相信，至少少年人你们这个。Facebook， 你们尽量善用你们的 Facebook， 还有你们的 Line， 那这样去介绍你们听的，这样他们才有机会，才可以阻挡这些贪赌的。你看，本来被判几年，结果无罪了。在南投县的。仁爱乡赛德克组李鸿源当内政部长的时候，你看民宿135，全部135家，那真正合法的只有4家而已。就今天厕所，他们那些污染的水已经跑到部落的水，真的不能吃啊，不能喝。请原谅哈，假如你们住过这个亲近农场的，你们也要注意一下哈，因为整个的污染的水已经跑到部落的那边，他们在抗议，无路用啊，让游行抗议有好不？无好啊！你看我们，你看这边窃窃私语。你看整个的中国人退伍将军里面，你看计就6108亿，30年吃掉了6000亿，然后这些本来国防部给他们的陆军总司令啊，然后他们有一个上将村，本来当时一品8万元。结果换到他们的自己的家再转卖，一平偌济？100万，今仔唔拉了呢。那时候2011年呢，今天2015，你看一定不止了。这些都是
上将村，难怪不是说全部台商了哈，有的台商跑到中国，听说还有什么奶村呢、啊？这个都是他们自己制造的，都是破坏，把我们台湾的钱，然后送到中国，啊，中国又要恐吓台湾人，这真的是斯德哥尔摩症呢、啊。好，这些中国人也是一样，年终奖金总共至少上亿，你看，都是吃掉我们整个台湾人的。所以为什么你看那么多的整个他们的终身俸，那么多好的享受，让台湾人老人或是那几个在 Q 那个什么破铜烂铁的都是台湾人，那结果那些中国人难民营的在那边爬拉劲嘿咻一吵，然后又在那边弄砖头，又在那边赌博，都轻轻松松，他们一个月至少17000到19000的慰劳年终啊，好像老人年金，那让台湾人偌济，3000、6000，那有公平不？无啊，所以为什么让这样的事情一直继续下去？听到真的真疼呢。心疼心痛呢，所以唯一阻挡的就是让呢台湾民政府，所以让唯一的能够赶出这样的事情。你看福茂货贸其实不必经过立法院通过，因为中国知道中华民国不是国家啦，是地区而已，所以什么是协议书？干那报备而已了。真正的条约，这个国际条约是要经过整个立法院、国会、参众议院逐字条例在那边审查。那个是条约，但是协议书因为你不是国家啦，所以马英九他们国民党高官的。一清二楚，还要给你在立法院跟那边争来争去打来打去，有没有在谈？现在有没有在谈？不变啦，你看看起来都是这样，实际上他们早就已经握手了。那今天中华民国也是已经进入到宗教团体，台湾基督长老教会是台独分子最强。我是台湾丁洛教会的牧师，我以前也是台独的，但是发现我两次去联合国去抗议，有好不？嘛无好啊！有啦，迄、那个建筑物底下顶头呢，顶头呢，我们在加入联合国，加入联合国。然后我高山族在跳，嘿哟嘿哟嘿哟，跳舞啊，在那边跳舞，有好不？不好啊。所以今天长老教会也被姚嘉文这一派独派分子操纵了。所以我跟几个牧师谈，你们真的要特别注意，台湾民政府的时候，你们遭殃了这样。当然我没有去恐吓他们，因为我都认识嘛，那都是牧师，但是事实就是你们要更清楚，结果他不敢研究啊。那今天很清楚我们日苏美战，但是他们以为说成为独立的国家，这是台湾基督长老教会的一个目标，结果也没有跟我们对谈，也没有跟我们秘书长面对面好好研究、好好谈，或是对质，拢无，都是邀请这个姚嘉文，还有他的秘书长，这个就是台湾共和国联盟的他们成立的，
就一直影响到台湾基督长老教会。那整个都是以为是说是哦，这个整个他说台湾，他们说哎，让我们有 passport 啊， passport 就是一个国家又可以出国哦，给你送而已了。这是美国只不过是按照台湾关系法给我们出去，让我们能够了解说哎，出去 有一些的自由。那实际上真正的护照是一个国家的护照，是不是黄色红色以外呢，那绿色是不是国家。所以中华民国的护照绿色的不是国家，只不过是在自己的底下送你。那今天我们进入到法理台湾，所以以前都是政治台湾，那今天都是法理台湾。好，因为时间的关系，我们唯一的活路就是爱扣烂的台湾民政府，所以今天我们秘书长很辛苦，他把生命把我们带领到一个最有价值的一个生命的一条活路。虽然对秘书长有很多的负面的影响或是负面的论述，秘书长都不去回应，因为只有继续进行，继续走，走到今年正月月底，今仔日的这个月的月底，我们再一次最后祝福我们的秘书长，也祝福我们台湾民政府，控告美国，然后让中华民国赶出台湾。这个很大的控告耶，哎，你能够把说赶出中华民国，不是对国际法，假如不是按照国际法，不是按照万国公法、战争法，哪来这样的控告美国？转世界、转台湾人，有一个有没有像我们秘书长控告美国？有无？有无？秘书长性命来锻炼烂，那我们不要让他更辛苦，我们不要让他身体，我知道他真的很辛苦，那我们都会调来调去，那所以我们应该，你我既然参与烂的台湾民政府，我何欲要恰令来分担烂必须定的十字架，因为他在背台湾的十字架，我们也一起分担秘书长的十字架，这样好不好？请多谢兄弟祝福您，让我们能够拼命，真的是出头天，多谢。